一时半会变不回去，要不要先找其他的猫娘适应一下生活，怎么样呀？哎，不是怪你呀，喵。平常我的工作就是送快递，变成猫之后送快递就方便了很多。你好，你的快递。你好，你的快递。你好，你的快递。你好，你的。我的工作就是做林妮的助手，平常父亲大人会来看望我们。第一次来壁炉之家，好紧张。是仆人呢，好可怕呀。很温柔嘛，其实也没那么吓人。我平时主要在猫尾酒馆工作，你新来的也可以熟悉一下酒馆的业务，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就把他们赶出去。这个我擅长，现在制定新的酒馆规则，超过三杯酒的视为喝醉，赶出酒馆。脸太红了视为喝醉，赶出酒馆。小的声音太大出去，没站稳的出去。你也喝醉了出去。还有你，还好我没喝酒，吃完了七声召唤，玩七声召唤的也出去。这下就不会有醉醺醺的人出现了。我的客人啊。